好，是这样，就是我们前两天呢在那个官网上发起了一个投票，就是说如果分组出去玩的话，然后大家希望看到谁和谁一起出去玩，然后你们就是粉丝选出来的想看你们一起出去玩的那个分组的组合。我觉得他喜欢去哪里玩，他喜欢去的地方都是我不想去的地方，鬼屋、游乐园、历史老窟，都不是我喜欢去的地方。我觉得他应该是喜欢去那种茶餐厅吃饭，或者是喝喝下午茶什么的。是的。然后拍拍照，然后是留下来发微博的那种。是的，应该是这样的。太对了。我们现在其实已经为大家制定好了三种游玩路线，这三种呢分别是尖叫之旅、速度之旅和养生。养生之旅、速度之旅、尖叫之旅应该是什么过山车、鬼屋之类的，养生之旅哎就是公园里面散散步啊。哎，我觉得我挺喜欢去公园里面散步的。然后速度之旅应该就是类似像卡丁车那种，我就在公园里面去和那些老大爷，然后在那儿一起。这步走的不对啊，先上炮再打狙，观棋不语真君子。我来嘛。来了，选这个，这个我感觉非常棒。欢乐谷尖叫之旅。下面有写项目是你们自己互相选，就是你们，也就是你为他选，他为你选。我觉得那个垂直的过山车非常棒，你知道那种跳楼机是吧，就是那个就是很小的四座那个，然后就这么高一点的那个跳楼机可以去做一个对吧，过山车就那个吊在上面啊。来到了欢乐谷了，你看那个是什么，就是那个红色的那个，是那个铁轨，是传说中的过山车。来到了一个我最不喜欢来的地方，我觉得很棒啊。你把这个带上就不让你坐过山车。你说的。鬼屋呢？鬼屋那是另当别论了。过山车，白马呀！来秋游，来，我挑个那边的帽子怎么样？哎，你戴个这个，你就不用坐旋转木马，怎么样？旋转木马我有什么怕的呀？你就不用坐摩天轮。摩天轮又怎么样嘛？摩天轮就摩天轮了呗。那为什么我就是这个呢？这是我要求的。那为什么你能要求？因为我里面的东西我都不怕。像这个他带上就可以了。哇，为什么买这个？这个不买这个吧，它可以动的。买这个干嘛？是不是很好看？这个我、哦、不这个吧这个吧这个没有选择，就这个吧，就这个不、这个、就这个，所以说带这个是有什么，没什么，带这个的话你可以来拒绝做一次我提出的东西。好的，嗯，我觉得可以前面点啊。对，就这样吧。啊，我为什么又被安排到这儿来了？这边有个画帘呢，画一个。所以说你画一个吧。所以说你去画一个呗。我们俩互相画吧。哦。这个图像画，我给你画。怎么样？哎、能不能给我几个东西？不行，我要几个东西。没有。不行，我必须要几个东西。啊！看一下喜欢哪个？快点想。
想个东西能想那么久？你画这个吧。画国旗吧。可以可以，那你画。你听听这声音，不去做多可惜啊！我们可以早点离开这个地方。你想画什么？我想画白胡子海军团的标志。啥东西？白胡子海军团的标志。那是啥东西？那就画这个吧。这个画完手会不会变异啊？我不知道。肿成那个绿巨人的手。啊，我想坐还原小火车。哪儿啊？这儿呢。对啊，咱们先去把鬼屋走了，然后把过山车坐了，咱们我不去坐过山车。我真的听，怎么回事呢？它是个什么场景？就是有音乐，然后就是里边就有不同的响声，以及然后呢？然后也没什么了，就没什么恐怖。一会儿完了能不能让他去做，就完了之后录完了。谢谢。是我进去的地方就很不开心。海贼王里面的一个大哥，快速的海贼团的一个。好，谢谢。让我看看我是什么样子。去量一量，这一笔钱九万，这声音好中二啊！还有一个呢，这怎么关啊？啊，好中二的声音，好，你看那个黄色轨道没有？你看到那个黄色轨道没有？没有没有。我最想说的就是那个。是，哎，你去做嘛！哎呀，我求求你了，不要这个样子，我真的不行，你就不能体谅一下老年人吗？还有那边的白色，我们老年人的思想和你们年轻人不一样。不行，我真不行，我真不行，我真不行。我真不行。啊，我真的不行。走吧，加油加油加油。加油加油。我不。加油加油。可以的，走吧，不行，可以的，加油加油。加油加油。友情提示一下，进去了之后牵好你朋友的手，不要牵错啊！牵错要牵错。你免费的，别进去了，进去了牵了个人我认识，出来的时候你谁呀？你说你刚刚进去牵那个，你扔哪去了？啊，我求求了，哎呦！可以，啊。别不，求求你了，我求求你了，严浩翔，走呗。为什么后面没人啊？没人就没人啊。那怎么了？哎，不，你别出去了。你能不能走我中间？这个鬼屋没有长藤鬼哨。
蓝蓝的天空，清清的湖水，碧碧绿的草原。啊，我头 ，Oh my god！我头，你别，等等。那是我的家。你看，握个手呗。第三走不行吗？不行，我抱紧你吗？啊，你别拉我，我抱紧你。你不要自拍嘛！啊！为什么我们主播要说他不叫？你也不要换着走了，你就拉我去说你这边。你们走，说走慢点。你们走快一点吧，要不然。我求求你了，你站我中间好不好？哎，你要么就拉我右手，要么就拉我左手，你不要你在我右边的时候拉我左手，在我左边的时候拉我右手。大概觉没有，没被吓到。刚刚所有视频绝对不能外泄，以免毁掉我一世英名。你要买东西吗？哎，他们是不是很怕这个？是吗？哎，这样你买一个回去吓他们。再买个这个吧。这是啥？给你买的。凭什么给我买就买这个？从哪儿看啊？能看到啊，这儿，这个位置。就这个吧，然后，哎，那我买个这个，我回去，他们回来的时候吓他们。晚上回去吓他们。